我是西贡分享的 Donna 王小姐，就由我和大家介绍一个位于白沙湾的别墅型屋苑，而我身后就是这个屋苑的泳池。如果不喜欢游泳池水的你，你就可以在这里步行五分钟过到去白沙湾码头，再搭小渡轮去到三星湾。三星湾的水质都是优质水质来的。如果想知道更加多情景，我们现在一起入屋里面望下先。入到嚟花园位置，业主悉心在花园的位置设计了个流水鱼池，放假的时间可以开翻把太阳遮，再开翻着个流水池，听下啲水声，咁就可以悠悠闲闲咁喺花园度度过一个下昼啦。而家我哋一起入埋屋里面望下先。入到屋都是那句啦，浅色调会增加屋内的宽阔感，再加上大型的落地玻璃门，将自然采光度引入这个屋内面，再加上中空的设计，将宽阔感、空间感全部提升到最准。我们现在一起过埋厨房那边望下先。业主将客饭厅分开，开放式的厨房采用浅色系配上木质调，简约中带一点时尚，都是那句啦，楼底高高先装得上吊扇的嘛。而且厨房的储物空间也都非常足够，就算放一张大的六人圆餐台都绰绰有余啊。我们现在一起上埋楼上去望下其他的设计啦。上到嚟天台位置，业主喺度做咗个空中花园，亦都做咗个风水鱼池，蓝天配上海景，再加上绿树嘅配衬，喺度坐个空中小酒吧就应该非常之享受啦。物业全栋三层，1561尺，三房一套嘅设计，再加上两个车位，步行五分钟就到白沙湾酒店。交通方便，而且业主今次的放本价亦都唔算系太贵。如果你都想同我哋一起过嚟呢个物业度参观嘅，就记得打个电话俾我哋啦。拜拜。